欢迎收看《台湾鲤鱼大请饼》，大家好。来，感谢咱各位的贵宾以及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这个节目呢，已经播出一段时间了哈。我相信也不太需要介绍了，大家都知道我身边这位美女叫做什么名字呢？大家好，我是台新。哦，台新云南。咱这台新呢，已经在这个节目中呢嘛，已经出现两个月有了，有两个月了。这个是每天的节目哦，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很快就给它红起来了。谢谢老师。你刚才今天你这里所在是叨位咧？这五谷旗舰店哈，在咱新北市五谷区啊。这个崭新的一个棚呢，才刚刚建立完成而已哈。那今天呢，大多数的来宾呢，也都是哈第一次来参加啊，来自台北市啊。对，因为过去呢，一直都是在中部啊，所以呢，中部的那个同学也好，观众也好，参加的比较多。现在呢，这一次呢，好，我们等一下让他们自我介绍，自我介绍，知道从哪里来，对不对？好，那这台湾鲤鱼呢，哈，播出了呢，真济欢迎哈。对啊，拢敢讲吼，鲤鱼哈。是加赞，加赞，因为较早拢无听过啦，冇听过，对，你即马主持要一两个月啊，有学一挂无？有学一挂，但唔知影意思，唔知要安怎讲。安尼啦，好做学啦，冇做功课，所以你即马爱加强。好，好，我们废话少说。是，今天呢一样，现在是第一集，也就是礼拜一播出的，对不对？然后是红队跟蓝队，对不对？是。好，那我们这样好了。好。我们呢先来介绍啊，我们今天的两队的贵宾，好不好？好。好，那我们从红队先好了。红队先。来，我们欢迎红队的队长来上台鼓掌。我来看镜头哈。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玉山啊，刚刚台新银行，我是玉山玉山银行，啊，你好记不？班玉山三三哈，那我也有很多杰米老师帮我量身定做的歌哈，例如啊骗局啦、痴情乱梦啊、心碎乱梦啊，还有红玫瑰啊，这几首呢啊，伫个新大吼，拢会来播出啊，希望大家呢多多传唱。谢谢大家。那玉山呢，嘛是咱海克拉斯也是个老师的哈。谢谢老师提拔。好，来好感谢我们的玉山，来谢谢第二位来。谢谢队长，第二位，你好。大家好，我叫做庄树公，老师给我写一条金曲，叫做《醉人》。啊，我来，我来你这个桃园红豆旗舰店的同学安尼吼，请多多指教。啊，会长今天有来不？会定有，会定有啊，好温暖。会定嘛，听讲西装打扮好啊，你搭啊。是啊，西个小水。啊，你也讲好做醉人呀？醉人。你回去有醉人啊不？有啊，早早都做啊。好啦，来，第三位，第三位，你好。大家好，我本名叫林连兴，我叫大条，我是来自红豆旗舰店，老师有给我做一首歌叫《大条的心声》，词是我家己写，老师在给我谱曲，希望大家一再给我传唱。好，《大条的心声》来第四位，来第四位。大家好，我是刘芳如。来自海克拉斯桃园红的旗舰店，红的哈，
洪德的桃园啦，哈。是是。哎，洪德伫倒位啊？你爱敢讲啊？无啦。桃园洪德区这。哎，什么路？甘在？上海路。上海路。上海路226号。好。哎，小替恁会长介绍一下哈，那咱全国的低头红一代的朋友哈，要上课会使去跟你做同学，对不对？希望希望。好，阿芳如，你平常在干什么？哎，平常在厝里带孙啦。星期六就每就每个星期就期待星期六赶快到。哦，所以享受天伦之乐。开心的，对对对。好呀，妈。好，感谢，来，阿兰子妈呢？对啊，红队好，对呼一下哈，好，加强恁的信心哈。来，红队，红队，赞赞赞！好，掌声给鼓励一下哈。好，子妈这是红队的成员哈。对啊，除了我们玉山老师是新五股这边以外，嘿，三位都来自桃园红德旗舰店啊。好，我们等一下看因的实力安怎哈。好，来子妈，我们的蓝队队长来欢迎。掌声鼓励，谢谢。啊，全国爱好唱歌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台北市中孝东路一段120号二楼啊，忠孝旗舰店，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和杰米老师学唱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全世界都知道，欢迎你们来，谢谢。好，那这是咱的这个蓝队队长。队长，队长你只顾宣传，忘了告诉人家你有什么歌曲哈。对呀、啊。好，我跟你们第二刚刚再来讲，来我们的第二位。全国爱好唱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台北的忠孝旗舰店啊，我叫林锦凤。谢谢各位，锦凤 好，谢谢，来，谢谢第三位，各位同学，各位电视机的同前面的大家好，我是来自忠孝旗舰店，我名字叫安妮，安妮，我老师给我量身定做，一件一个歌曲。叫做幸福的笑容，我很喜欢。谢谢杰米老师。天后的笑容，天后的笑容。谢谢谢谢。哈哈，免紧张，来第四位，来第四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台北的吴圆圆，现在除了唱歌还是唱歌，唱歌最快乐。谢谢。好，来对呼一下，对呼一下，我们的蓝队来，蓝队，蓝队，蓝队，赞赞赞。好，谢谢，赞哦。两队拢讲有赞赞赞，对，拢赞哦。美女就知，来，好，这么欢迎两队的队长来请，请出列哦。哦，先礼后兵来，好，安尼赶紧，好，安尼就使。好，啊，恁两个无压一个唱的，好来，公家发来哈，无啊，就是。一样猜拳哈！啊，赢的人抽题目哦，来，预备。公嘎巴，公嘎巴，哎呦，红队呀，好，来红队，好，那蓝队请坐哈，好，老师谢谢。好，来题目呢，后讲呢，队长你爱个偷窥哈。来，我做啥？虽然公骂，虽然败，哦，虽然公骂，虽然败。什么意思呢？虽然公骂，虽然败，哈，冇人讲虽然公骂，虽然猜。好，我跟观众朋友，什么意思？还有现场来宾呢？啊，其实很简单，翻成国语的话，大概几个字就解决了。是啊，哎，你那边开会，卡细声，莫叫对手听到哈。对啊，公骂你敢知？公骂就是祖先，哦，公骂就是祖先。对啊，哎。这句呢，就是你该说啥，个人的，这未使讲个伤明啊，讲个伤明哦。那个字要写大一点哦，尽量字写大一点哈。虽然公骂，虽然猜，有个人笑眉埋讲这句哦，啊，黑领导代志啦。哦，虽然公骂，虽然猜，什么意思嘞？也就是说呢，但是你们不要往那个拜祖先那个方向啊。我们形容一个事情，形容一件事，形容人跟人的人际关系哦。啊，
做一个怎么样的啊？对哦，啊，我讲了答案都造出来哈。哎，未使讲哦，虽然讲嘛，虽然拜啊，阿妈讲虽然猜，猜你猜什么意思啊？我不能讲。不是啊，猜就是好猜啦。哦，是啊，就是把它供奉的意思。供奉。所以呢，咱这么这个电视机的头前的这个朋友呢，哈，有真侪大家唔捌。哦，啊！利用这个机会呢，我嘛先甲您讲，是讲嘛，那这么有的少年啊，搞不清楚，对啊，讲嘛就是祖先啦，可能爸爸搁去哩，阿公阿祖安尼直直去哩，对啊，比如讲姓杨的杨氏吼，那吼，姓啥的姓啥，对啊，啊，虽然讲嘛，虽然拜，哎，在国语的解释呢，不是叫你翻成国语说随人的公公啊，随人拜，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这一句话的意思，它的意义是什么啊？还有哦，我看哦，有一个七个字的，七个字，好，七个字的也可以，没有，它一共两句是四个字啊，哇啊，来哦！我跟你讲，这一题是红队抽到嘛，对不对？对，红队。如果红队你们全部答对，蓝队没有答对的话，五分是你们的。五分呢、哦？啊，如果拉五分，蓝队都答对，哦，你们就拿三分，蓝队抢两分。是。来，下好呗。他给你哦。啊，恁好，我好恁一个方法。哎。四个字两万买下，赶快。欸、除非你们觉得说这个答案一定是这样，哎，哦，安尼较安全，请亮牌，请亮牌，哦，来面对摄影机，来摄影机放在桌上就可以，放在桌上哈，啊，镜头放来哈，有一个车道，有一个45度哈。那个宝玉，你的太直了，往你身上，再斜一点，倾斜一点点哈，好，这样镜头呢，会看得出来哈。来，好。那我们现在红队的队长哦，因为这题目是你们的哈，来你先讲，解释一下，你把牌子拿着，你写的是什么艺术？哎，你讲安怎？哎，坐着讲就可以了。好，虽然公骂，虽然猜，然后家己公骂家己拜，少管他人的事情，就是少管闲事，检讨自己，哈，勿管他人。好，谢谢。自己管自己的就好了，自己管自己的，把人的麦克给管。对哦。好，暂时这样来。第二位，第二位怎么说？什么意思呢？啊，我的意思嘛，甲对定超都要同款啦。代志家己的代志管了好就好啦，安尼啦，别人的代志咱莫插安尼啦。好，谢谢。来，第三位来。这个本来这个就简单嘞啦，你拜领导的，我拜阮家的，根本。卖管别人的啦，啊，个人恁家的公妈若有拜，你烦恼人别人倒卖拜安尼啦，家己的管好就好啊。好，结论就是讲自己管自己就好了。好，来第四位来，我也是一样，少管闲事啊，啊，家己管好家己就好啊。哦，好，谢谢。现在红队的答案暂时保留。好，来我们请蓝队队长开始来，宝玉你的说法是什么？我也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啊，每个人就是拜自己家里的神明嘛，公嘛，然后呢，至少门前雪，莫管做好自己，莫管他人瓦上霜。哦，第二位，好，第二位，好，第二位。我觉得要先管好自己的那个品德，好，然后不要丢祖先的脸，是很重要的。那。所以也就是啊，不要管他人的事。好，来第三位，我想是自己的祖先了，自己一定要拜，别人的不管他。谢谢。哦，来第四位，最重要的就是管他妈妈嫁给谁。谢谢。哦，哎，明白啊，就是自己管自己就好了啊。哎，只要我的妈妈嫁给我的爸爸就好了。好，来，哎，你感觉安尼安呐？就是少管他人闲事，安尼。好，好，来，你们呢？两队哈，嘿，都算答对了哈。但是呢，还可以再更深入一点。
你这么讲的哈，是拢讲家己。对哦。讲啊，我家己哈管好我的就好。是。这句话呢，嘛有对人讲的意思。哦。就是别人咧干涉你的代志的时阵。对啊。哦，搁较精准的，就是讲别人咧干涉你，啊是你家己吼安尼掠东掠西吼，你会甲讲啊，个人管嘛，个人在啦，诶，阮家代志你唔免管。对啊，你知无？所以这句话有两个面向，一个是你拄啊讲的拢是属于家己的，对啊，这是好的，就是讲啊，我家己的管好就好，我管台恁家安怎？对啊，搁有一个是反驳人家，反驳人家，啊，包义啊，我跟你讲啊，无啦，还个人讲嘛，个人菜啊，阮家代志的无你的代志，哦，所以这句话是好话啊，歹话。买位，买位啊！哎，这句话是小妹常常会拄到的哈。是。啊，所以咱你以前啊，你也无一定拢爱用啦哈。对啊。但是上无吼，人来你甲你讲的时候，你爱听。你爱知哦。哎，人来讲。卖甲你骂哦。哎，虽然讲嘛，虽然猜你，你唔猜，讲有啊有啊，阮有咧猜，阮有咧猜。是。好，来。好。这一题呢，两队都答对，对不对？是。那题目是红队抽的，红队三分，蓝队两分。好，加下勾了呀。好，现在请蓝队队长来，啊，你来抽个题目，抽一张。哎，自己打开，那面对镜头啊，面对镜头。好。下面一数。小怕无过残花哈，小怕无过残花啊，好，好话就好，谢谢。好 ，OK， 好，这是蓝队的题目哈。来，那现在请作答，请作答哈，什么意思呢？小怕无过残花。来，咱那个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哈。农业时代呢，以种田哈做农，对不对？对。啊，这个田呢，拢爱有一个。花的耶，对，花哈不一定是暗呐，有时候是水沟。是，我家的跟你家的，从这里做一个区隔。对，啊，这个有两个作用，一个就是可能要灌溉。对，啊，一个呢就是我很清楚，恁家的家，我家的家，所以有这个残花。嘿，好，但是呢，这个种田无什么关系哦。对，无啥关系哦。观众朋友要仔细听哦。哎。小怕无过残花，意思呢？第一国语的解释呢？哈，啊，应该就是说，我在批评人家，我对着一个人讲，啊，不用台心呢，啊，再来给他讲，老师，嘿吼，像安那，像安那，像安那，对啊，我来回答这一句，啊，恁两个小怕无过残花，哦，啊，国语叫做什么？啊，国语叫做什么？啊？你来跟我说什么，然后我会告诉你，你跟那个人哦是一样的啦，小怕不会残花啊，所以说呢，真简单哈，真简单哦，小怕不会残花，是，哦，小怕不会残花啊，是讲人哦。讲人哦，讲工人哦，哎，比如讲哦，你什么代志啊？我甲恁归类，哦，我甲恁讲啊，恁两个吼就是小怕无过残花，是，哦，是咧讲什么意思？哈，啊，有什么想法呢？哦，啊那写好啊哈，咱就先来啊哦。哦，哇，拢写好啊吗？好啊哈，龙好啊，来请亮牌来，好，来请亮牌喽。好来，好镜头看麦哈。要亮牌，大家进来，佮报出来安尼啦，佮进来哦。好，你有啊。好，这个是蓝队的答案。哦，这是蓝队的答案，对，蓝队啊，哎，好。好，那么请蓝队的队长，你来说说看，你的答案，你的意思是什么？小怕无过残花。来，拿麦克风来啊，解释一下你写的是什么意思。小怕无过残花，也就是这个大项代志啊，这项代志嘞，袂使算两条小，
一条小就是一条小，未使做两条小落去甲算。哦，当下解决的事情呢，就在这边为止。事情过了呢，就算了，以后呢，就不要再提起这样的事情。哦，接下来好，来第二位怎么说？第二位，我觉得跟人跟人之间都有纷争，可是呢，如果一点争论适可而止就好了。不要再记仇，那大家过了就可以释怀，安尼，所以呢，过去都刷去，安尼，啊，心情也会较好，这样子。好，谢谢。好，你们都被“羞怕”那两个字呢套住了哈，来，三位，过去就好了，不要再提起，大家这样才好过。哦，鬼头啊，麦克讲啊，好，来。好，第四位。在自己的土地上可以自己打自己或是打别人，但是不要到别人的上面，所以不要太过分，适可而止就好了，谢谢。别小怕去领导的厂内底怕，别怕来问刀就对了啦。好，这是红队，蓝队的，来，现在稍等，请红队队长，红队队长来，来解释一下哈。我认为应该是半斤八两，两个差不多，差不多。好，两个半斤八两差不多。对啊，好来。好，第二位。第二位来。我你讲是讲这个比笑姑无，不姑笑比无会啦，意思拢同款的对。你不教我拢卖笑笑啦。好，来第三位。好，第三位。笑怕无过残话就讲。不是不相上下了，差不多了，你也变笑我了，笑怕无过残花了。好，来第四位。我的答案是赶快姑笑比无过，卖笑笑了。卖笑笑。好，好，来，安尼，开心的简单咯。我刚刚红队的答案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对，比较接近。来，我跟你讲哈。我拄啊有讲哦，啊恁可能哦，紧张拢无听到哈。是。餐花我都讲过啊。对啊。阮家、甲恁家、甲上恁家拢有分开。对啊。一口罩的意思。小怕无过餐花，就是讲，恁两个其实就是同款的啦。我比如讲哦，有人在讲啊，某位人哦，迄个人哦，安怎安怎安怎哦，甲欺负，还是迄个人安怎？我就会讲啊，恁两个免讲啦，恁两个相拍无过残花啦，就是两个拢同款，半斤八两也好，也是拢物以类聚就对啦，当然蓝队呢有差到一点边啦，对，他们的意思是说这个适可而止，适可而止啦，卖意思说免个讲啦，你嘛是但是呢，红队比较清楚，比较接近哈，比较接近，接近。好，所以呢，这一题本来是蓝队的答案，好，所以呢，很不好意思哦，蓝队会少了一点点哦，对啊，本来你们是3-2，现在变成2-3，来，三分要给红队，两分要给蓝队，好，马吉，刚才马刚下一村哦。我咧讲的时阵吼，恁小号拢写无同，除非你确定答案是安尼，是，这句较深啦，这句较深，这句人讲啊，恁两个想法无过真话，你是，我不敢那拍嘛是厝内面啦，兄弟搁敢那弯是弯厝内面就对啦，是，就是意思也有点说物以类聚啦，物以类聚，恁两个拢同款啦，半斤八两啦，对啊，好，好，现在这个红队看起来有点来势汹汹哦，信誓旦旦哦。红队这么安尼几分啊？6分。啊，蓝队呢？蓝队4分，7分啊。阿咪较好运，抽一条都甲拼到顿来。对啊。好。好。反正咱5天吼有，像有哪个比例啦哈？对啊。好，那现在呢，应该呢，我们来娱乐一下。娱乐一下。好。好，我们现在刚才是红队先抽到的嘛哈。那我们欢迎红队队长玉山来为我们表演歌曲。红队的，红队的哈。好。我实在找无一个理由来搁
知好爱你，因为你伤我这呢深。过去的酒泉，所有的山明海色，亲像云烟，来消失无地找。女人的车专为你来搬，生命为你来活，怎样换？来是你的变卦。既然你心肝无伫这，何必为难我？梦醒情断，也只有随人行。我实在找无一个理由来说服我自己，搁再来痴心等待你。付出的情意，当作是我欠你，痴情乱梦，也总是着爱情。好，掌声鼓励一下哈，谢谢，谢谢。这一首歌是 Slow Rock， 希望大家会喜欢，希望大家来传唱，谢谢。我实在找无一个理由来搁再好好爱你，因为你伤我这呢深。过去的酒泉，所有的山明海誓，亲像云烟，来消失无地找。女人的情全为你来搬，生命为你来活，怎样换？来是你的变卦。既然你心肝无伫这，何必为难我？梦醒情断，也只实在找无一个理由来说服我自己，搁再来痴心等待你。付出的情意，当作是我欠你，痴情乱梦，也总是着爱情。来是你的变卦，既然你心肝无伫这，何必为难我？梦醒情断，也只有随人行。我实在找无一个理由来说服我自己，搁再来痴心等待你。付出的情意，当作是我欠你，痴情乱梦，也总是着爱情。好，掌声鼓励哦，谢谢。谢谢。好，来，好，怎么呢？第一个阶段吼，两题落来，后边剩两题哦。对啊，两题啊。咱这真公平哦，吼。哎，咱拢用。公家巴来，公家巴，公家巴有一个好处啦，哈，对啊，跟你的运气嘛有关系啦，是啊，来，咱今麦个请两个队长来，啊，来，过来公家巴，过来变一变，怎起来一对对噻，哎，好，安尼嘟嘟啊好，来，哦，白 boss， 哎，明白啊，你说有几个，有几个啊，对对对，是啊，是啊，来来，公家巴，公家。好帅啊！哇，终于赢了哈！来，谢谢红队队长，好，来抽，好来，抽一张，自己打开，看看是什么东东。好，哈哈，好想挑战，哇，求会色红胎，Q
秋桃徛好在，唔惊树尾最风台。好，啥物意思咧？较紧写哦。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最风台。好，这形容什么？形容也可以形容做事业哦。啊，我们把什么弄好？对啊。啥物拢唔惊，你就知哦。风台若来顺呼呼叫哦，是，迄丛树啊呢，嘿，那原地呢，哦，啊，种了歪歪，对啊，啊是呢，啊看起来好像啊受伤很严重呢，是，那个树根呐，对，啊，有的已经浮在地上了，是，那个台风一来呢，哦，整个树会呢受风之后呢，那棵树可能就会。对啊，再见，拜拜。再见。所以呢，咱安怎讲？哦，咱来形容一个人做人嘛会使。哦。形容做头路嘛会使。是。哦，比如讲，人来讲你安怎？袂，你免烦恼。我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红台。哦。是。做人做事啊，拢会使哈。哦。哎。啊，无水遐好。来，我用个隔壁小石，我念咪保护你哈。哎，哎，啊，有注意形象。是。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做红台。对啊。啊，国语呢也可以做一个解释啊。对，可以啊。哎，就是呢，啊，比如讲做的啊，拢无注意，真个假？啊，哦，好，好，哎，这个呢，做事情呢，啊，只要怎样。你就怎么样啊？是啊，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趁这个机会呢，学很多台湾的俚语。对，听听人你讲，啊，听无啊？听无哈？有个人是嘛，比如讲台新恁这款呢，较少会哈。我来讲啊，手刀敲灾啦，唔惊手尾做红台，你会甲讲老师是嘛好听呢？阿伯单雷公啊，那红台是。这个是在形容什么？形容什么嘞？形容做人，做人，做事，做事都可以哦，都很帅哦。哎，比如讲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啊、哦哦。所以很简单，很简单哈。这个真侪人咧讲，有，今嘛够有人咧讲哦。哦，今嘛够有人咧讲哈，今嘛是你咧讲。树头，徛好在，唔惊树尾最红台。对，是好。哦，做事情啊、做人，做人，怎么样？怎么了？就怎么样？你稍等阿妹，看见你哦。好，来，请亮牌、哦。好，请亮牌哈。我架头看卖你的蛋哈。好。好，然后呢，亮牌以后就不能改了哦。是，不能改了。好，这个是蓝队的题目。好，这是蓝队抽到的。蓝队对，所以蓝队先解释。好，蓝队队长，你先解释。你说什么？好，蓝队啊，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红台。对啊。任何代志，咱若咧要做这项代志的时阵，咱就爱清清楚楚，爱有正确，好，有正确的，好，唔通有这个虚伪的行为。做人呢爱清楚，做人呢爱清气清气，好，不要这个乱七八糟啊，不要害怕什么闲言啊、闲语啦、啊，这样子。哎，我的意思是这样的解释。你的意思，謝謝。那个红胎就是闲言闲语的意思。对对，只要你做得正，風風对、啊，就不怕风风雨雨，就对。对，是这样子。谢谢。这样，好，来第二位怎么说？那你再大声一点哈。因为凡事我觉得都要尽力而为哈，然后已经很努力了，所以我很有自信心，有把握，所以不惧任何风浪。哦，唔惊什么，我只要做基础拍个正在，安尼我拢唔惊就对了。谢谢。好，来第三位，他大声嘞哈。树头徛在，唔惊树尾做红台，什么代志拢爱家己决定就好啊。嗯，谢谢。哦，自己感觉 OK 就好就对了啦。我来第四位，不管唱戏或是唱歌，基本功夫如果你做得很好，你在台上什么都不会害怕。
谢谢。好，来，我们给他掌声鼓励。来，现在红队队长，树头站好在，唔惊树尾做风台。我认为是正气，只要正气就不怕歪理，然后只要行得正，就是半夜不怕鬼来敲门。我的意思是这样。好。来第二位，第二位哈，咱拿公事拢爱讲拍婆啊哈，自己的代志要做好啦。就讲如果我咧起厝哈，地基泡在哈，看要十楼二十楼，风太来拢唔惊咧就对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好，就是基础爱泡在啊。来第三位来，树头桥在，唔惊树尾做风台就讲吼。我家己若做有正吼，我唔惊恁外口人咧议论啥物件啦。家己若行好正，唔惊人议论啦。树头徛好栽，唔惊树尾做风台。我计是大条会讲吼，是。我要起厝，我条也起较大枝的，因为我有做大条，我都唔惊。是。我来第四位来，我的答案也是一样哈。自己行得正哈，啊，啥物拢唔惊啦。唔惊人讲赢我赢啊话就对啦。好，谢谢。好，张霞哥嘞哈。以上两对呢？是。真不简单哦。这两对哈，在新的地方哦。第一次对上就势均力敌。势均力敌哈。两对都答对来，张霞哥嘞啊。所以分数呢？蓝队多少？两分，因为两队都答对，所以抽到题目的人会比较多。好，所以呢，安尼个看起来蓝队还小输一点点哦，好像小输差一分，差一分哦，对，差一分。等一下看能不能再一题把它拼起来，再扳回一题哈。其实我跟你讲哦，有人家讲老师，阮即马阮两个伫遮做节目，冇符合一句话哩。好，你两边去拼呢？是，好，开玩笑哈。对，来，这么的第三题完了，对不对？第三题结束。好，我们这个中间呢，再来安排一个小插曲哈。咱来欢迎咱的红蓝队队长队长呢，为我们做一个表演，来掌声给鼓励一下。Hey
最是婚姻啊爱你无目的既然你无情又无义我只有自己嫁中途做我的下一题，下一个，好，这一个今天还有一题哈，对，最后一题啊，来，我们欢迎红队队长来给我挑一挑哈，好，来，哎，够严啊，这么有力啊，哎，来你个怕猪哈，阿平队长讲哈，镜头哈，哎，美女来，半暝啊，转配波，天根无半波啊。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把观众朋友呢解释一下。老师在跟他想你的想法呢？哎，我天更是转播。对哦，天更你暗暝啊就周播啊。有的人讲啊，哎，比如讲有一个安个某讲，哎，老婆，我跟你讲，明天我要去干什么？然后呢，我就赚很多钱。哎，我就带你去环球世界。是啊，环游世界。对。然后呢，老婆一个晚上都没睡，哎，很高兴。啊，第二天就问她老公，哎，啊，你不是讲你早起要去创啥，会赚这多钱？对啊。无啦，那是想，敢那吼，无啥法度。讲一个人。嘿，讲一个人。讲一个人怎样？形容词啊。形容一个人。啊，你这吼。暗时啊，全撇步啦，天光都无半步啦，全无步。哎，这国语呢，也可以哈啊，一句讲哈，成语啊，一句成语也可以，哎，不止一句啊，不止一句哈，哎，我跟你讲哦，来参加咱这款的节目的每一个来宾哈，哎，阿丹嘛，阿丹嘛，你知啊？我知道呀，脑筋呐，脑筋嘿，脑筋呢，就会很灵光，哎。要赶快想哈，尤其呢，足欢迎咱这个哈，是男女老幼哈，哎，来脑力激荡一下，脑力激荡哈，哎，这样呢，让你的脑袋才不会脑力痴呆哈，哎，才不会说啊，真正无半步呢，对啊，这题是红队，哎，红队的答案，哎，啊，咱那好呢，咱就再来亮牌哦，这一集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了哈。来，蓝队写好了没？好了吗？来，两队请亮牌。红队请亮牌了。好，来，红亮牌放埋列蛋哈。来，请亮牌。来，亮牌，亮牌。撇步，好啦，半暝啊转撇步啦，什么半暝转撇步？哎，半暝无撇步就歹啊呢。是。我来。来，请红队队长来做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啊，你说什么？哇！半暝啊，转撇步，天光无半步啊。我解释就是讲，光说不练啊，想太多了，想的规真多啊，做的真都是较无安尼。是。好，第二位。啊，我讲吼。讲一套做一套啦，哈！啊，正经若要叫伊做，拢无半片就对了。啊，无半片。好，好，第三位。半暝转播，所以天光就无半播。啊，就讲的讲真侪了。哦，我明仔载要创，我以后要赚偌侪钱？结果嘞，正经到尾啊，无赚半圆啊。哦。天光无半播啊。啊，意思就是安那。讲会搞，做袂搞啦。好，讲会搞，做袂搞。好，来。第四位。第四位。我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嘴无透心啦，啊，嘴无透心，嘴甲心肝冤家，拢无同款，啊，好，
好，谢谢。好，对对。OK OK， 来。好，好，蓝队队长，蓝队队长，你怎么说？好，我的意思是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实力的，虚虚实实，异想天开。哦。就是说，这个老师有教过，就是说，这个怎么讲的？我有叫你半暝抓去播吗？知道了就要去实行到底，不要这个跑位了，跑掉了这样子，异想天开。谢谢，好，来 ，Daddy Win。我觉得他这个人就是会理想很多，想法很多，想法很多。麦克风靠近一点没关系。可是呢，他又没有那个执行力。哦，没有那个执行力就对了啊，就是有点吹牛的意思啊。对。好，来第三位，来。好，我昨天想的，今天都是忘掉了。明明昨天要做什么啊，今天早上都忘记了。哦，忘记了，好，忘掉了，哎，不实在的对了哈。来，第四位，我觉得应该是叫做吹牛，就是说的天花乱坠，结果一无所有。谢谢。好，来掌声给郭磊姐啊。好。来，这个题目是谁的？红队。来，基本上两队呢，都答对了啦。哦，真辛苦了。你暗时啊讲几波，想哈多，想了那么多。对。他有两个情景哦。对。有一个是忘了。忘了。对。有一个是不实在，根本就随便乱讲。第二天根本就不会去做。对。光想。所以呢。他们刚才两队哈，想太多的也对啊，光说不练也对啊，那虚虚实实、不实在、吹牛，来恭喜两队全部答对，谢谢。所以呢，红队几分？三分。蓝队呢？蓝队两分。红队几分？红队十一分，蓝队九分，差两分哦。哎呀，好，我给。光是在家里当观众，你脑袋瓜都会进步，因为你会哈，你会怎样呢？哎呦，这个这简单，你来弄不要哦。但是换你来的时候，你都唔知啊，你都唔知啊，到底是虾米呢？好，来，今日真感谢呢，咱今天的礼拜一的第一站，红队暂时领先。对，好，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收看台湾鲤鱼大家拼，拜拜，大家挥挥手，谢谢。